我是安，我目前呢是素颜状态，看黑眼圈就知道，连眉毛都没有。我今天呢要来挑战自己日常呢所拥有的化妆品来挑战 cosplay， 我也是30岁挑战高中生，看会不会成功呢？因为女儿跟猫在旁边乱，所以可能会有些吵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那 cosplay 最重要的呢，就是银眼。我要用的是这个 Bohemia， 这个是韩系的银眼，但它是粉红色，也是日抛。因为 我个人呢比较习惯戴日抛，因为我没有近视。而且这直径不大，我们是走自然一点的高中生路线。那我现在来到厕所戴银，但是因为我没有戴隐形眼镜习惯，所以真的要戴的时候都戴不进去。本身瞳孔是算咖啡，这是原本自然，然后这边是有戴，这样曝光大家应该看得清楚差别。有没有这个大小非常的自然？好，我要开始化妆了。接下来我们来上底妆。我平常底妆用的呢，之前是用这个，就是打底的滴滴霜，就是有防晒，可能外出会比较常用。这瓶算是清透系的，无妆感的那种妆很适合。当然 cosplay 可能多少还是要比较有娃娃感的，所以我选择用这一瓶滴滴霜。可是因为我的肤质啊，就是其实很容易长一些有的没的，所以我化妆的时候呢，我底妆什么任何的妆我都只上眼周，如果我涂到鼻子的话，可能就会长粉刺之类的，粉刺、肉芽等等一些奇怪的东西。这半块就是不上的，它也有差哦。那像如果有黑眼圈的人啊，其实就是都用点的会比较好，尤其这边。平常上妆就是上了这么的随便。底妆完成，来上眼影。这个是3号，嘛是去年买的啦，现在过了1年。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买化妆品的人，我们要以这样子的材料来画。先来打眼，而且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化妆工具的人。化妆刷啊什么的全部都是用手，然后不然就是他们本身敷的。我个人的话是双眼皮的颜色不能上得太重，不然会看起来很困。然后红棕色先给它大量的涂上去。红有在刷存在感，相机架那么高也是为了不要让它抓。接下来上眼线，这支很细超好画的，现在没等脚盘还画出来吗？因为我们前几天拍了惩罚游戏的时候是有眼尾画像一点。再来我要加重眼周的红色，然后跟画卧蚕。嘿，这个又是 CanMac， 这个我很爱用，这我大概用了4年左右，就是都一直都持续在买这个。这是被女儿摔到，先把它压晕红，因为如果我用刷子刷的话，茶色可能会粘在上面。再来卧蚕中间这个白色的，来打亮。再来用这个打鼻影。蚕的部分可能 cosplay 的都要比较夸张，所以我再画个线，一样是 CanMac。但我自己可能习惯需要眯一下，知道卧蚕的位置。
画完卧蚕，接下来来画眉毛，一样用刚刚这支。我觉得化妆里面最难的就是眉毛了，这可能不均匀的地方，等一下用眉粉，就是用浅色的部分，有吗？现在眉毛上完了，感觉比较像是男生，我可能上个睫毛膏好了。睫毛膏这支厉害，那个什么叫什么眉睫的，这支可以刷很长，它是咖啡色的，阻力很强。刷完有没有比较像女的？好像都一样，没关系，再来腮红。腮红跟刚刚的同一盒一样，这个只是刚刚眼影这边有混了眼影跟这个红色两种颜色在一起，这两支也都是手倒的，而不是我自己买，因为我平常没有上口红的习惯。这呢比较粉，比较清淡一点，然后这个比较红，所以我们上淡一点的好支。上了口红完全就像个女生耶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换妆，然后最后再戴假发。在我化妆的这期间，我女儿已经把我的化妆品全都撒得满地都是，呵呵。这我买了整套的衣服都还没有拆，她是有附袜子跟头饰。我今天要 cos 的是水手服 Nesco30岁挑战水手服，来换衣服吧。衣服穿好了，这样吗？裙子的长度我也觉得蛮刚好的。分哈，哎呀，最后来戴假发。我买整套，总共这样是1000出头，然后还有附假发跟发饰。这假发就500块了吧，看会不会戴了假发之后毁掉一切。观众最期待的大概就是戴发王。其实我发王套上去好像就是戴个发箍而已。我本人有露额头障碍，我觉得我好像男的哦。发夹戴上去看会不会好一点？好，女鬼妆。灯，大家觉得呢？有没有像男的？有，还点点点。那你呢？你呢？你啊啊！来看看老公的反应。一记录，見て。お化けみたいな感じになって。タケ？これはパンだもん。フランスパン。OK？ 何？やめてよ。あ、お冷たい。もうこんな感じ。上爸爸的反应很冷淡，就直接按。但这就是学员日常，应该要有那个法国面包，下次再好好拍一系列照片。就是以上就是变身成果，大家觉得怎样？像男生穿女装吧。得，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全身好了。拜拜。